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海绵爱生活。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我们时常会抱怨下雨太多，特别是现在的天气，因为下雨衣服晒上一两个星期都不干。但如果地球未来100年都不下雨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不下雨不用想，植被会大面积死亡，那么就会直接导致很多食草动物因为缺少食物死亡甚至灭绝。而一些食肉动物本来是以吃食草动物为生的，但是食草动物大多数都挂，那么食肉动物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只能互相残杀了。除此之外呢，河流和湖泊会干涸，所有的水力发电会停止运转，人类想要喝水只能够大面积的使用海水淡化技术，或者是跑去南北两极运输冰箱回来补充人体内需要的淡水。因为一直不下雨，地球的温度会越来越高，将全球荒漠化。南极和北极的冰川因为温度太高而融化，这个时候海平面会不断上升，直到将陆地全部淹没。地球由原来的一个火球变成一个冰球了。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，人类要怎么生存呢？放心，人类这么聪明，当然会有法子的。地面已经无法生存了，只能跑到地下了，也就是现在大家探讨的地心人。看来要是地球真的不下雨了，人类要面临的难题太多了。你们认为地球100年不下雨会发生什么呢？欢迎留言评论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